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北京故宫，它始建于公元1420年，也就是600年前的明朝永乐十八年。这一年同样也是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平的一年。就这样，这座雄伟的皇城见证了几百年间明清的改朝换代，以及清朝的兴盛与衰落。时间转眼来到1900年，八国联军在这一年入侵中国。就在当年的六月份，从大沽口登陆的八国联军部队长驱直入。到了8月14日，八国联军部队就已经攻陷了这座几百年的古都。宫内的慈禧也没有闲着，她在清晨就听闻八国联军已经抵达东华门的时候，就匆忙从神武门出逃，然后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一路跑到了当时的陕西省西安府。就在一年之后的1901年7月28日这一天，两个日本人伊东忠太与小川义珍走进了这座早已被抢掠一空的紫禁城，并且这两人在当时皇宫留守太监的引导之下，系统地拍摄了大量宫内珍贵的画面。就在这组照片拍摄完成的41天后，也就是9月7日，清政府与各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我们接下来即将观摩的就是这样背景下的紫禁城照片。所有照片的拍摄时间均为1901年。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之下，来自日本的工学博士伊东忠太与文物摄影家小川义珍走入了这座神秘的禁城，拍下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故宫旧照。此外，为了对这些百年之前的旧照有更好的说明，以及在阅读游览时有着更加的体验，本文加入一张详细的故宫手绘地图进行说明。接下来让我们走入1901年的紫禁城。在1901年7月28日，我们辗转来到故宫的角楼处。故宫的角楼上图为故宫东北角楼，同故宫一样建造于明永乐十八年。清代虽然经过重修，但基本保持了明初建造时的模样。此时的故宫因为已经有一年多没人管理，角楼下的护城河已经长满了野草。继续出发，我们来到故宫的中轴线位置，午门便出现在了眼前。这座雄伟古老的宫门自建造之后，明清两代的帝王每年都会在午门举行颁布次年历书的颁硕大典，并且在每次重大战争结束之后，朝廷在午门前还会举行献俘礼。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是明朝帝王廷杖有逆鳞之罪大臣的地点。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就曾经因为弹劾太监刘瑾而在这里被着以廷杖。作为明清时期戒备极为森严的午门，此时早已无人看管。在杂草遍野的路上，黄包车夫不停地接送着想要进入内部参观的游人。接下来我们穿过午门，来到故宫的内部太和门处。这座规制全国之最的太和门，在600年前建造之初被命名为奉天门。早在明朝时期，明朝的皇帝就是在此处接受大臣们的朝拜与上奏。在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13年前，也就是1888年，光绪14年，故宫内就曾突发大火，连烧两日的大火将太和门付之一炬。于是在两年之后的1890年，新的太和门拔地而起，最终便诞生了画面中的这座故宫内最年轻的建筑。接下来我们穿过太和门，就能看到故宫中最宏伟的部分前三殿，它们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中太和殿在1420年建成后的第二年就遭遇了火灾，被严重焚毁，从那以后又经历过数次焚毁与重建。照片中所能看到的建制则为康熙年间重修时所保留下来的，它是中国现存单体木结构中最大的一座。与人们的想象所不同的是，平日里大臣们的上朝很少在这里举行，只有在举行特别大的盛典的时候，例如登基即位、皇帝大婚、册立皇后等，皇帝才会在太和殿内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我们接着进入前三殿的第一殿太和殿的内部。首先映入眼帘的匾额“见吉随游”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块牌匾是乾隆皇帝亲自所题写的。可惜的是，就在照片拍摄时间的十几年后，袁世凯在称帝的时候，这块匾额就被换下来了，然后不知所踪。紧接着我们再来到前三殿的第二殿中和殿的内部。在明清两朝时期，这里的用途则基本相同。
皇帝在太和殿前参加重大典礼之前，都要先来中和殿进行准备。另外的话，清朝每7年纂修一次的族谱，每当完成之后，皇帝就会在画面中的殿内进行审阅。最后我们进入前三殿中的最后一殿，保和殿的外部。保和殿在明朝时期则多位在参加各种活动前皇帝更衣的场所。到了1789年，也就是清乾隆54年开始，这座大殿拥有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成为了国家最高等级的考试，殿试的考试地点。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3年之后，也就是1904年光绪30年，就在这一年，照片中的保和殿内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殿试。到此为止，我们结束了前三殿，也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参观。接下来我们继续穿过乾清门后，就可以来到故宫中轴线上的后三宫。后三宫分别是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首先我们来看后三宫第一宫乾清宫。明朝时期，这里曾经是14位明朝皇帝的寝宫，可是清朝自雍正之后，此处便被雍正皇帝从皇帝的居所改为了召见和选派官吏、批阅奏报、处理日常政务以及举行重大赐宴活动的场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的结束。乾清宫内的这块由顺治皇帝所书写的正大光明牌匾，同样也拥有着很特别的历史事件，那就是雍正皇帝他为了吸取诸子夺嫡斗争的历史教训，于是把亲自书写的传位诏书密封藏于匣内，一份由皇帝随身密藏，另一份就被放于正大光明匾额的后方，以便日后进行对照比对。我们在离开了乾清宫之后，继续向前进行游览，接下来便抵达了后三宫第二宫交泰殿。此时此刻的交泰殿，它的大门正紧紧关闭着，而且在台阶之上以及遍地全部长满了杂草，显得十分的荒凉。此时此景，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就在百年之前，这里曾经是清朝皇帝在元旦、中秋时接受大臣朝贺的地方。乾隆皇帝就曾经把象征着皇权的25枚玉玺全部放于此处。在此时此刻1901年的拍摄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高悬在宝座上方康熙皇帝御笔的无为牌匾，以及由乾隆皇帝御制的交泰殿铭。在离开了交泰殿之后，剩下的就是后三宫中的最后一座宫殿坤宁宫。这座建筑在明朝时期就曾经一直都是皇后居住的寝宫。就在1644年的时候，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紫禁城之时，当时的大明皇后周氏便在此处自缢身亡。而清朝时期的坤宁宫则主要成为一个举行祭祀活动以及皇帝举行大婚的场所。康熙和同治皇帝先后使用过这里作为洞房。就在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12年之前，也就是1889年这一年，光绪皇帝也有幸入住了此处作为洞房。但令人惋惜的是，画面中此时的坤宁宫则是一片萧瑟的景象。到此为止，故宫中轴线上的前三殿、后三宫的参观全部结束。接下来参观的线路随即也转向了故宫中轴线的西侧。由上图的遵义门进入之后，分别可以游览到西侧的养心殿、体元殿以及雨花阁。首先介绍养心殿。养心殿建造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只是作为一个皇帝临时休息的场所。可是自从清朝雍正皇帝将居所从乾清宫搬入养心殿之后，前前后后则共有8位皇帝在此居住，当然也包括了此刻照片拍摄时已经逃到西安的光绪皇帝。除此之外，这里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早在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西太后慈禧便通过此种方式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掌控大清帝国皇权的时间长达48年之久。在离开了养心殿之后，我们接着来到位于其侧后方的体元殿。体元殿建于晚清时期画面中显得有些破烂的殿宇，就是当时皇帝的后宫后妃的居所之一。在离开了体元殿之后，我们接着来到最后一处建筑，也就是位于体元殿西侧的雨花阁。这座于1749年，也就是乾隆14年所建的建筑，则具有浓郁的藏传佛教建筑的特点。
但此处的建筑自建造完成的几百年时间里都基本没有对外开放过。至此为止，故宫西侧的养心殿、体元殿与花阁我们已经介绍完毕。接下来我们按照原路返回，接着来到故宫的后半部分御花园。御花园随着明故宫的建立完毕就已经存在了，最初的名称则为宫后院，在清朝初期被改为御花园。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在御花园内就分别建造了象征春夏秋冬的四座亭子，其中万春亭与花园内的千秋亭相呼应，造型完全一致，更加显得精美绚丽。我们在穿过这座御花园之后，就可以看到故宫的北大门神武门。这座故宫的北大门在明朝建立之初的时候则被称之为玄武门，到了清朝时期，为了避康熙皇帝名讳，于是便被改名为神武门。而且在清朝时期，每三年会举办一次宫女选秀，得以入选的宫女与嫔妃就会从此门进入宫中。当然了，在此张照片被拍摄的一年之前，慈禧也是从此门匆匆离开了紫禁城，踏上了西逃之路。不仅如此，在画面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因为长期无人打整维修，神武门的墙体多处已经出现了脱落现象，显得相当的破败不堪。到此为止，1901年的故宫之旅随着我们走出神武门外也就在此彻底告一段落了。其实故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建筑，在这里就不进行逐个的介绍了。虽然是我们所熟知的北京故宫，但从另外一个时间节点以及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观摩，则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奇妙体验。